我们继续看166页、倒数第二行。说到这个某种居士，也就是萨哲尼见子，那么因为听到佛说无蕴无我，他认为是邪见就这个召集了500个年轻人在毗舍里，然后要去跟佛辩论去听他，看他怎么这个论破这个佛，结果就被佛讲到这个哑口无言然后佛就告诉他这个你所认为的无蕴有我那么其实那么都是错误的那你的论点根本就像芭蕉树一样一点都不实在就是说你所说的这个无蕴有我无蕴即是我的这种论点像芭蕉树一样经不起推敲经不起一一的那么这个核实就是不实在。好，那么接着看他说，那么你的论点像芭蕉树一样就是完全经不起这个一一的这个推敲，那你还敢在大众中这样说？他说而以此众中敢有所说就是你还敢在大众中这样宣称，宣称什么呢？我不见沙门婆罗门中所知所见人你那么如来应等正觉中所能以人与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共论义不吹拂者他的意思其实是说那么佛陀说他在大众中这样对外宣称我的所知所见，那么在沙门婆罗门中即使像佛陀这样的沙门，我跟他辩论就是佛陀所说的无蕴有我这样的观念，那么我去跟他辩论，那么没有不被我吹拂的他说他能与如来共论义就如来的所知所见就是他的所知所见那么就是他的论点来跟如来的论点辩义，那么包括如来在内的沙门婆罗门没有一个不被他吹拂的那么所以他这里讲他还这样宣称自己我论义风言草则树能破金石，这个是他前面说的最前面里面他就是我论义风能言草则树就前面的那么前面我们看到他最前面最前面，因为他这个翻译让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佛说的那么最前面，好，最前面165页因为他最前面178经165页这里第三行，每作四念诸沙门婆罗门无敌我者乃至如来亦能共论这一句话就是这里的我不见沙门婆罗门中所知所见能以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共论义不吹拂者就是他的翻译变成看起来有一点像就是佛说没有人能跟我辩论那么不被我吹拂的其实不是，他就是在讲前面这个诸沙门婆罗门无敌我者就是我不曾看见过就是我知道在所有的沙门婆罗门当中不管他的主张是什么乃至如来甚至是沙门中的佛陀也没有一个人能跟我辩论，因为沙门婆罗门中那么
比较有名声的就是佛陀啊，说我不见沙门婆罗门中有人跟我辩论的，乃至于是像啊，非常有名声、很能辩论的佛陀也一样啊，也一样啊。那么如果来跟我辩论，没有不被我吹服的。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七八经这里啊，每作四念啊，那么这个先讲啊，诸沙门婆罗门无敌我者，乃至如来一人共论。这个看起来就很清楚啊，但是这一段啊，我不见沙门婆罗门中所知所见，能与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共论亦不吹拂者啊。那因为这个是佛陀在说，于此众中敢有所说啊，你还敢这样讲？那看起来，如果我们不仔细来对照前面说的，会看起来有点奇怪了啊，这好像是佛陀啊自己说，没有人能够如来辩论啊，不是啊，他就是这一段。那么诸论师辈闻我名者，头额金腋下汗，毛孔流水。然后我论一风能言草，则是吹破金属啊。那么诸伏诸龙象，何况人间诸论师辈，能当我者啊？就这一段好啊，就是讲到前面这一段。好，那我们来看啊，如果没有稍微对照一下啊，那你会给这个文字稍微有一点点迷惑掉。好，所以你还有不？敢有所说而便自说啊，一样啊，意思是说所有的沙门，第一个就是所有的沙门婆罗门不能跟他共论，那么不管是谁来跟他论都会怎么样，像树被吹拂一样啊，像金石被他吹破一样，像龙象被他调伏一样啊。那么任何来跟我辩论的人，我都让他这个汗流浃背啊，那么恐怖不已啊，所以叫做额金腋汗，毛孔水流，就全身流汗，全身颤抖，害怕，才会有这种现象。好，奴今自论己意而不自立啊，你现在啊，那么自己啊，那么讲自己啊，说他的论点是什么啊？五蕴中有我啊，五蕴是我啊，那所以他要来吹拂佛陀说的五蕴无我的观点啊，那么你没有办法自己圆满自己的说法。因为一层一层跟他说嘛，啊，如果啊，第一层就先举例嘛，啊，如果国王在这个国土中啊，那么他能不能自主啊？可以。那五蕴里面，如果是我，那是自主啊。那你能够自主吗？你对你的身心能自主吗？啊，就一层一层。啊，那色是无常吗？啊，那无常啊，如果是无常啊，那么他是有我的吗？啊，那一层一层讲。就是无常，那是苦吗？啊，那苦就是不自足啊，啊，一样的啊。好，那么所以他说，那么奴今自论己意而不自立啊，就是你自己的论点你都站不住脚了啊，你自己的论点都经不住啊，这个道理的这个说法啊，就自己都站不住脚啊，那么你还先所夸说。你还自己啊，在那边自夸啊，说能够啊，能够服，能够吹拂啊，所有的一切沙门婆罗门，包括啊佛陀也可以啊，就是服比相，这其实就是讲所有一切跟他辩论的人啊，都论不过他了啊，都会被他修理了。今尽自取，你所说的话啊，现在都应验在自己身上啊，就是他自己害怕啊，讲不出话来啊，变成这样了。就是他自己啊，说他能够吹拂一切，结果是被佛陀吹拂了啊。那个他说跟他辩论的人会由于他辩论的威德力啊，那么感到害怕。那结果他跟佛陀辩论，他自己感到害怕了啊，那么都不敢讲啊。佛陀问他几次，他都不敢讲啊，害怕了啊。那么所以他说精进自取，你所夸的啊，那所说的东西啊，那么夸耀啊，可以让敌人怎样怎样怎样的，其实都发生在你自己身上。那而不能动如来意嘛啊，你要说跟要跟佛陀辩论啊，让佛陀感到害怕，结果佛陀一根毛都不会害怕啊，结果你非常的害怕啊，那就是像这样，不能动如来意嘛，因为他说能够吹拂如来嘛。让佛陀啊感到害怕啊，全身流汗啊，毛孔都流汗。那么这个时候，世尊于大众中披欲多罗僧啊，
这个阿含经里面的翻译在讲到袈裟通常有时候叫郁多罗，有时候叫僧伽里基本上都是安陀会比较少讲五一七九一，那这个没有特别就是七一九一的意思，没有它基本上就是一而已就袈裟那么只是用郁多罗翻译，那我们很习惯郁多罗就是七一。其实袈裟最早也没有五条七条九条这种，最早也没有它就是一块布，然后后来慢慢慢慢有一天看到佛陀看到那个田就跟阿难讲那以后一也做这种福田神那最早也没有最早就是一块布而已。好，那郁多罗僧就是我们讲的七一啦那么现胸这个是早期的胸就是现在把那个肉字旁放到左边了以前是放在下面的。现胸而视汝等试看能动如来一毛与否说你现在试试看能不能让如来感到害怕，能不能动如来一毛就是但是这样看起来有一点像佛乘胜然后修路这个外道那我不晓得这个不是当时的现场的实况文字转播但是看起来好像应该佛陀不会这样子，如果我自己觉得啦，佛陀不会论言了之后来呀你试试看呢对不对，就看起来有点像佛陀赢了之后还要羞辱别人，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后来部派里面他要显扬佛法，那么他有时候会加进一些情节，那么佛陀应该不会已经赢了，因为很多例子显示佛陀都不会这样做，那么好像还要故意羞辱他照理讲不会这样子但是因为后来的人都会加，这个是部派的东西嘛阿含经都是部派的我们说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那么大迦摄到底结集了什么，那么从阿含经可以看出，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看出大部分的东西的，但是里面因为经典经过结集他阿罗汉的结集基本上不会改变什么那么但是他会偏重于什么，但不会加东西因为他们重视那个实在就佛陀这样讲就这样讲，那么不同的说法同案并列所以从这个精神来讲，大家是五百阿罗汉结集的东西他基本上是据实显示的，但是他会有因为多嘛或是有部分或是大部分那么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他没听过或是他不知道他也没有结集，那么但是经过部派之后他有可能就在里面加一些东西有些说解释有些是故意显示，所以后来你看南传跟北传的，那如果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大部分的部派，但是我们看律典就知道了现在部派的律典有五部律包括同德律就有六部律还有这个西藏的根有律就有七部律七部律来比对，律跟法是一样的那么法加的部分还比较多，律一般人还比较不敢加他会更注重实质的，但是我们如果比较七部律来说，那么它的差别是大的是大的，那么有一些情节那么有一些情节也是会加的，举个例来讲这个大迦摄结集经典这一件事，大迦摄结集经典这一件事照理讲它是一个事实那你传说下来大迦摄这样结集的就这样传说下去可是在各部律里面所记载大迦摄结集这件事也有很大的差异那最简单的到底结集的时间有多长各个讲的不一样那为什么要结集，大迦摄为什么要结集经典也有原因缘起是什么如果阿含经里面来说阿含经里面来说是因为佛陀入涅槃那么还没火化，那大迦摄知道要从王舍城赶去居士那，或者从好像不知道从哪里毗舍离哪里，反正就从一个地方，有的时候王舍城有的时候不同地方，要赶去居士那第七天要快到居士那
啊，到婆婆村啊，这样已经快到居士那，叫佛陀入涅槃的地方了 啊。那么遇见一个比丘跋难陀啊，那么经典律典记载的不太一样啊，就是一些说是佛这个大家是看到叫他一起去啊，他说我们一起去礼敬佛陀啊，那他说我还没吃饭，等我吃完饭再去啊。然后大家都说不要吃饭了，我们现在赶快去啊。他说我还没吃饭，我吃完饭再去啊，赶什么？又是不需要那么赶。他说佛陀入涅槃了，我们赶快去啊。他听了之后就觉得说佛陀入涅槃那很好啊，以后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啊。这佛陀在的时候规定这个规定那个啊，以后不用规定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那大家是心里面一求，然后去到那里啊，才宣布啊。反正这中间的细节了很多了啊，这个是我们先讲缘起，细节又差很多，各部律记载的跟阿含经记载就不一样啊。然后这是一个啊，就是有一些律是记载啊跋难陀的因缘，那到底跋难陀中间遇到跋难陀什么样的细节又有差哦，又有差。然后另外像大智度论的记载，还有这个其他有一些有像大唐西域记玄奘的听闻也是，他说缘起不是这样，缘起是佛陀入涅槃之后诸天人来请大迦叶去解解，那就差很多了、哦、啊。那中间到底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有一些是一样的，但大多数也是不一样啊。单单这样的故事它就有很多，有你会看到有很多加减啊。那像这么长的故事，短的比较不会啦啊，前面有很短的无应物啊什么这些啊，就比较不会。但是这么长的故事哈、哦，多数，那么有一些加减。那么特别，你如果仔细看过《阿含经》，特别是跟外道有关相关的东西，那么你会发现到，那么有意无意的会有丑化的现象啊，真的，这是我看到的。那么这个是部派里面有意无意。啊，有些像大众部，他就比较重在神化佛陀这种东西，啊，然后丑化外道，啊，会这样，啊，那也有的，啊，那所以这个我们看这种哦，就是他应该是基于事实说的，这部经很重要，就是说，甚至有一本单行本，那后来啊，就慢慢经过部派的流传。各个地区的流传就慢慢多了。最典型的一个故事就是《阿含经》记载的阿难遇见摩登伽尼这件事啊，然后本来是很简单的，那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阿难遇见摩登伽尼，然后这个摩登伽尼非常爱阿难啊，然后这个跟他妈妈讲啊，然后后来这个被他家人留在家里面啊，就出不去了。那有一点点好像有危险啊，犯恨难怎么样啊？那阿难意念佛法啊，那么就终是啊，没有这个没有什么事啊。啊，佛陀也知道啊，佛陀也就是做诚实语啊，就是阿难啊，他有佛法啊，那他能够遇见啊，他的佛法有入心啊，他会产生出作用，就是佛陀是诚实语这样讲，那就没有事了。那后来在各个阿含经里面啊，最早的记载是这样，后来慢慢啊，阿含经啊、律啦、论啊，啊越多越多，一开始说这个佛陀念一句咒，后来变念三句咒，后来变念五句咒，后来细节越来越多啊，越后面细节越详细啊，越来越多，后来到了楞严经变成楞严咒了，五会楞严咒去救阿难，派文殊用五会楞严咒救阿难。你看这种故事哈、哦，那么这个是部派里面的这么多的东西哈、哦。就是这一部经是最后一部经嘛，五蕴香里面最后一部经，而且非常多。那么就是像这样的故事化啊，当然这个应该是事实，但事实它的情节，它有一些是会被特意放大、夸大，会有这种现象啊。那就比如说我们读到这里，那它这个已经变书了，变书了。佛陀还特别讲，来啊，你试试看啊，你能不能动如来一毛啊？那这种不合乎佛陀的形象啊，老实讲啊，那有一点说，那么赢了啊，还要当众羞辱人家一番啊，基本上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布派啊，布派就是他要显现出佛陀的威德力，那显示出外道的无能啊。啊，那我们再从其他的论跟律里面哈，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佛陀有这种性格啊，就基本上是不会的啊。好，那么所以啊，那包括那个佛陀问他，他不回答啊，那个金刚力士啊就要打他啊。我觉得这种也是加进去的啊。我觉得啦啊，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说这种东西，就是说，因为我们实际上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从整个就是佛法佛陀的这种慈悲智慧来说啊，那么应该也不会说啊，那么而且佛陀还特意只让那个萨遮尼见子见到这个金刚力士而已啊，其他人见不到，就只让他害怕啊。那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们就佛陀的这种性格来说啊。好，那所以你看，而且翻译还有翻译的问题啦。那他有时候会加一点东西进去也难说啊。还有传说啊，就各地的传说不太一样。好，所以他说：“汝等试看，能动如来一毛与否？”单这种语调哈，我们听了就觉得哈、啊，好像在挑衅，你知道吗？好像已经赢了，还要羞辱人家一番啊。其实不会这样啊。好，这个时候，萨遮尼见子默然低头，惭愧失色。啊，重点就是要讲下面这一句啊，他用上面那一句来哄托这样啊。好，这个时候众中有一离居名图木屈啊，叫做陀摩童子啊，如果翻译的话啊，那么有些叫做就是各个说的不太一样，有些叫做这个陀摩童子，有些叫做离居长老啊，那你看就是不一样，它记载的不一样。那图木屈的意思是愁容啊，愁容满面的愁容啊。那么，但是他这里说啊，这个离居，因为他带着五百个年轻人去嘛，啊，带着五百的年轻人去。他听完了之后啊，看整个过程之后，他就合掌跟佛说：“世尊，听我说譬啊，那世尊，请听我说譬喻。”佛就跟图木屈说：“啊，好。”那么一知事实，你现在可以说啊。那图木屈就跟佛说：“世尊，譬如有人执持斗壶啊，斗壶就是一个水瓢了啊。那么于大巨谷中取二三壶啊，他弄一个水瓢，就是一个舀东西的啊，或是装东西的斗，就一斗啊，一斗的这个壶啊，壶意思就是牛角做的那种。”左脚这种装东西的啊，然后卡拉啊，那一般就是瓢啊，卡拉还可以叫啊。然后一大巨谷中，就是谷仓，巨谷就是谷仓，很多很多的谷粒在那里。那么他取两三壶啊，能杀看啊。那么今此萨遮尼见子亦复如是啊。世尊，譬如长者啊，就是说他以为拿这个就要把这个所有的谷都装在里面，那其实只能装两三，就是他的智慧了，他的能力就只有这两三谷。那他面对这个大谷仓里面啊，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类似像这样。好，譬如长者巨富多财，忽有罪过，一切财物悉入王家啊。萨遮尼见子亦复如是，所有财变悉为如来之手摄受啊，就是他是最厉害的啊，他自称天下第一。那么所有的人啊，只要跟他辩论啊，都会被他羞辱啊，都会全身冒汗啊。那么但是啊，今天来看他跟如来辩论啊，不管他多厉害，他都被如来所摄受，都是辩不过如来了。好，那说譬如城邑啊，聚落边有大水啊，一座城墙啊，那么就是大城，城邑是大城。那么这个村落旁边有一个湖水，大水。男女大小吸入水气，取水中蟹啊，就水中的虫啊，啊，或是说这里的蟹，我们叫做螃蟹啊。那么，但是啊，他说截断其足，置于陆地，以无足故，不能还入于大水。这个是在说，他跟佛陀辩论之后
啊，但没有话可说了啊，就好像，因为他懂得非常多啊，啊，他自以为像海水那样的智慧啊，那么但是他可以辩论他所有啊，论辩一切啊，但是跟佛陀辩论之后，所有的话都说不出来，就好像这个螃蟹啊，可以在海里面四处悠游啊，但是一到上岸，脚被弄断了。他自己入海水都没有办法，入那这个水都没办法啊！就是他的论义已经被佛陀给他折服掉了啊，就像折断一样，他想不出来啊，他没有话，就是找不到任何的这个论点啊，可以跟佛陀辩论啊，辩不过佛陀，就好像螃蟹啊被人家抓出来啊，那么脚把他折断一样啊，不能再。啊，没有办法，就算他不管懂多少啊，这些都用不上，他所有懂的东西都用不上啊。那么不管海水有多大，他就是没有办法再进入悠游于海水之中啊。那么萨遮尼见子亦复如是，诸有才辩悉为如来之所截断，终不复敢从意如来命敌论义啊。他没有办法再跟佛陀啊去论义啊。这个时候，萨遮尼见子愤怒炽盛。啊，就萨遮尼见子听到之后非常生气，就骂唾啊，一面骂一面跟他吐口水了啊，说这个离居子啊，他说奴出书不审地，何为其名啊？那如果照这个字面来看，就是啊，出书啊，就是你是一个愚笨的人。你是一个，你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你算什么个东西啊？你算什么咖这样的啊？不审地，你也不懂，你也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啊？那么为什么在这边啊说这一些啊？为什么在这边啊讲这种啊讲这么多话啊？那么我自与沙门趋谈论，我现在是跟沙门趋谈论，那关你什么事啊？那么其他的经典啊记载的啊，他就说奴今于惑不别真伪啊，亦不与奴共论啊，乃与沙门趋谈共论。我虽然辩输这个沙门趋谈，但是你来跟我辩，你也辩不过我啊。他是说我现在是跟沙门趋谈论，真的要跟你讲道理，你懂什么道理啊？你懂个什么道理啊？我现在是跟沙门趋谈辩论，我辩输了，那跟你关你什么事啊？啊，就是你算个什么东西的啊？人无出书不审地啊！你这个你算什么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看看自己的能量啊？那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啊，类似像这样，因为他生气嘛，恼羞成怒啊。但是这个不晓得是不是当时的原话，我们不知道了啊。所以我们看这种就是故事啊。那么我现在是跟沙门趋谈辩论啊，那关你什么事？何意如是？萨遮尼见子。喝骂图木雀，因为这个五百离居子是他请来的，来看他怎么修理这个瞿昙的佛陀的啊。那么又跟佛说啊，那么后来啊，他骂了这个图木雀啊，就回来跟佛说啊，云何瞿昙为弟子说法，令听疑惑啊。那后来这个萨遮尼见子也证果啊，也经过佛陀教戒之后也证果啊。好，那我们看他说这个。自比反比啊，自比反被比见之说啊，就是我们现在不要管那个人了啊，那个没有用的人，我们现在不管他啊。那刚才他讲的这个就批评这个傲慢无礼的这个萨遮尼见子嘛，就火种居士嘛啊，所以又被他回头骂了一顿啊。那么他现在回头过来跟佛陀说啊，那么我们现在不要管那个没有用的人啊，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现在还有问题要问你啊。那么佛就跟萨遮尼见子说啊，那么自奴所问啊，都那好，随你所问，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啊。那么云何瞿昙为弟子说法？那么佛陀是如何为弟子说法的啊？现在开始有兴趣啊，佛陀到底要说些什么啊？因为他们的论点就是只有一个嘛，就是无蕴有我无我而已嘛，其他没有啊。啊，他。听到佛陀为弟子说了讲到无蕴有我无我无我，他就要找他辩论，所以他实际上也不知道佛陀的论点到底都是什么啊。所以他现在就想很想知道，因为他跟佛陀辩论过一番以后，发现
这个佛陀这个人，这个非常的清楚，而且他的智慧的基础非常的稳固了，而且观点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就很想知道那佛陀到底都知道些什么，所以他就说，那么云何取谈为弟子说谈，就是说您到底都是怎么跟弟子说法的，那么让他所有的疑惑都可以消失，就可以见法，可以证到真理了。那么 佛就跟这个尼犍子，就是佛种居士说，我为诸弟子说。好，那你看我们从阿含经里面知道佛，如果有人问佛陀，你到底都说些什么，像阿含经里面，我论因说因，我说缘起法，像这个。那这个舍利弗问马胜比丘，你师父都教你些什么，他说我师父教我缘起法，那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好，那舍利弗跟去西方来的比丘要回去，他跟他讲，你在这里出家修行学习，如果有人问你佛都教你些什么，你要怎么回答，舍利弗后来就跟他讲，你应该怎么回答，佛我师父为教我调伏欲贪，在五蕴中调伏欲贪。好，那包括这里这个萨遮尼犍子问佛，那你到底都是为什么为弟子说法，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学习的东西整个归纳起来，那我们会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你不要一段一段，但是因为他是散在这一段散在那一段，但是你把它收集起来，你就会知道看到他就是佛陀到底他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好，那你看这里说的是什么，这里说的就是因为他的论点就是无我嘛。好，那你看那么到底为佛陀说什么法，我为诸弟子说，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出，若细，若好丑，好丑远近，比一切如实观察，非我，非异我，非相，不相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好，先讲到这里。那么基本上这个是佛陀说的，就是说那我如果我们简单讲，那么萨遮尼犍子，这个佛种居士问，那么瞿昙你都为你弟子说些什么，让他能够离疑惑，就是能够证得真理。那么佛陀简单讲，我就告诉他，那么你应该在五蕴中观察无我，五蕴无我，那怎么观，这色受想行识。那我们说观察无我有好几种，那最常见的就是像这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好丑出息远近，这是一种嘛，是不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对峙性的，如病如庸如刺如杀，或者是一一做官的，色如巨墨，受如水暴，想如阳焰，行如芭蕉，事如幻化，那通常就是有几种的观法。那这种是比较细的，就是色受想行识，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是时间，内外这个是空间，那么时间跟空间，那么另外就是这个法的体性，粗细好丑远近，那么所有的世间存在这个世间的都是在这个时空中，那么它都本身的体性产生变化，都有这种。那这种把它展开来就是所谓的八部中道，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任何一个法它一定包含法本身，这个法本身它的体性，比如说像我，比如说好，这个花，那个花金木水火土嘛，地水火风，一样啊，金木水火土。那么它这个体性，这个法的体性，那么它在这个时空中产生变化，它是这样。所以法体的本身，就是内外粗细好丑远近，这个是从法体的本身讲，就是这个法，假设它这个法是实在的，或是它不实在，但是它存在这个时空中。因为我们所见的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这一切现象它一定是在这个时空中的，其实它不离开时间，不离开空间，如果它存在，它一定存在这个时空中，这是第一点要先确认的，如果它不在这个时空中，那它就不存在，所以它存在一定是存在这个时空中，一切的现象叫做一切法，它一定存在这个时空中，存在时空中，一一法有它的所谓的特性体性，那么这个可以从内外好丑粗细，不是粗细远近，好丑粗细远近来看，包括心，一样有善有恶有无记，所以你看它就是从它的法的体性
法在法如果存在，存在于空间，存在于时间，啊，那就这三个地方去观察。所以你看宝积经就直接就以心为主，过去现在未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啊，那么这个内外中间，啊，就是内外，一般这里只是讲内外，那像后来人缘经啊、宝积经都从内外之间还在多一个中间，那应该就是都是要讲三个嘛，过去现在未来，内外中间，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那阿含经只讲内外，啊，内外就包括一切了，啊，那后来就讲内外中间。好，那这个体性如果是心，因为我是以心为主嘛，所以你看那个宝积经很简单，就是心不在过去，不在现在，不在未来，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非贪非嗔非痴，照他心的体性来讲应该是善恶无忌，非善非恶非无忌，但是宝积经这样写是因为他烦恼是很常见的，啊，所以从烦恼来讲叫做三毒嘛，啊，所以变成就是三时，过去现在未来一定存在于时间跟空间中，时空中三处内外中间，然后还有所谓的三毒贪嗔痴，因为心凡夫一定有贪嗔痴，凡夫一定有贪嗔痴，那么圣者没有贪嗔痴，那圣者就不用去观贪嗔痴，因为他已经知道无我才是圣者的嘛，他一定证无我才是圣者的嘛，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那凡夫一定是不知道无我，所以他一定有贪嗔痴，那你去观他到底是贪还是嗔还是痴，啊，基本上是这样的。那像金刚经也一样，啊，就是综合阿含经说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然后再从整个五蕴来说，啊，一切有为法，啊，就五蕴，啊，如梦幻泡影露电，啊，跟阿含经讲的，啊，色如聚墨，受如水泡，想如人烟，行如芭蕉，思如幻化，啊，其实一样的道理，啊，那通常阿含经讲的比较详细的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是从时间内外，啊，然后好丑粗细圆净，这个 法的法体本身，啊，那这个大概我们就是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观察。好，所以就是在这个在这里观察，一切如实观察，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啊，那通常就是两个，有跟没有，啊，正见世间即的不生世间无见，正见世间灭者不生世间有见，通常是有跟没有，存在跟不存在这两个地方来说，啊，那从生跟灭，有跟无，它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所以它是八部中道，啊，那阿含经都是讲生灭的，阿含经讲有无了，啊，那有无就等于生灭。那般若经或龙树基本上就八部就直接用生灭，啊，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无去，啊，那这个长段意义来去，其实就是时空跟法的体现，这三个角度来说的，啊，长段就是从时间向上，它既不长也不断相续，啊，但是它既不长也不断，啊，那么这个不依不异是从空间上来讲，啊，就是它既不是，啊，它是合合的，啊，那么它是一因带缘的，啊，那所以它是不依不异的，啊，那不来不去是从法的体性的活动上说，啊，那这个都是我们在观察一切现象，但是佛法最重要在证无我，所以就观察这个身心现象，观察身心现象，那么在这个时空中，那么扩展到一切法，啊，像般若经扩展到一切法，在这个时空中没有自信，那阿含经其实就是强调这个身心在这个时空中是无我的，啊，那重点你只要证得无我，你就得解脱，那只是因为到了后来部派，啊，这个法扩展到一切法，我无自信，法有自信，就变成，啊，那有一个所谓的 法有自信的概念，所以后来般若经就开始讲一切法空，啊，那么照理讲一切法空指的就是无蕴如我，但是部派的一切法空就是部派我空无我不等于法空，就是一切法空不等，那么般若经里面所以才会讲，啊，这个我空人空法不空，我空法不空，啊，但是在般若经里面认为我空就是法空，法空就是我空，啊，所以这一点就变成，啊，那么
我们说的所谓大家对空所谓的空的定义不一样啊。那无我，无我，阿含经说的无我，般若经说的无我啊，那部派说的无我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这个我们也要知道，那般若经讲的无我基本上是要回归阿含经所说无我啊，他认为阿含经的无我应该是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自性啊。那部派认为的无我特别只是在讲我无自性，但是法是有自性啊，那这个是不一样。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讲到无我这个主题的时候啊，那么牵涉的有一些东西啊啊。那但是佛陀的一个，我们刚才讲佛陀说法的核心，它就是无我，它就是无我，这个是佛法的核心。因为无我是解脱跟生死的关键，无我就是解脱跟生死的。但是他有时候会强调啊，就是无我这个概念，像这里有时候从我爱下手，就是我们说他就两个，我就有我见我爱这个问题，只要有我，他一定有我见我爱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说这个是这个科学上叫他就或者哲学上他把它叫做自我意识嘛啊。那自我意识一定会延伸出自我保护，就是我爱，我见一定会有我爱啊。那如果所以像佛陀是第一个从身心去观察，从身心中，身心在这个时空中啊，这个身心也是一个法，身心也是一个法。但是阿含经很明显的，这个身心就是一切法，身心，所以十二处嘛，内六处外六处是一切法啊，这个是阿含经的定义哦啊。那所以这个身心就是一切法，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诸法指的是这个身心啊。那包括四念处、身受心法啊，这个讲到这个法念处的时候啊，就观身不净、观受是、观心转、观法无我一样，这个法也是指这个身心五蕴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佛陀所谓的佛陀说法的核心，就是佛法的精要，在说什么？在说无我。那么因为无我啊，无我，那什么是我？从哪里观无我啊？就有这个问题啊。像比如说舍利佛跟这些西方的比丘说，如果有人问你，那么这个佛陀都教你们些什么？就是佛法的要义啊啊，像以前禅宗祖师西来意啊，一样的道理啊啊，一样这样啊。佛法说法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啊？那你要怎么回答啊？就是佛法就教我们调伏欲贪，这个是从我爱下手啊，调伏欲贪，从欲贪，那从哪里调伏欲贪？从五蕴中调伏欲贪。其实你看一样的东西哦啊，就我见我爱都在五蕴中一样。那么如果从实际的情况来讲，那么佛陀一开始啊，就是对五比丘基本上就是讲无我啊，缘起四谛中道无我，就讲这个啊。那么到后来为诸比丘开始立戒自戒啊，那么从基本上观念上修学上是观五蕴无我，但实际上啊，我们说我们的烦恼只要是观念上的偏差，观念上的错误跟行为上的偏差嘛，行为上的偏差就是从观念的错误来，有我见一定会有我爱，所以有时候会从事上、理上，一个就是从事上去修正、去规范，事上去规范就是见，所以他告诉你三依一波、脱波、起时，那么这个住大房不能超过佛的几这个手的几折子啊，反正就他有规定，他在五欲里面他给你设规范，因为你只要对五欲，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众生，对五欲一定会懒惰的，没有不懒惰的啊，没有老鼠不爱大米的啊，没有的啊，那没有那个苍蝇不爱大便的，没有啊，所以他一定会懒惰，那么懒惰，所以他要对你规范，他没有办法让你完全不懒惰，但是他要减少你的懒惰，所以从人的最基本需求开始下手，就食衣住行嘛啊，这个你一定要，你每天要吃啊，那你住的地方每天要有，睡的地方啊，那这个包括啊，你去托钵啊，去怎么样啊，这穿的衣服啊，那么他规定你比如说三衣一钵，就数量不能太多，质量不能太好
颜色不能太鲜艳，款式啊也不能太这个浮华啊，不能啊。所以从这个地方规定，这些都是这一些不会让你起贪心的。你可以拥有，但是你不会起贪心。你一要贪心，他就给你截断啊。他规定这个东西，为什么？从我所爱下手，这些是我所。我所爱宝，我爱就宝，我爱宝，我见容易断。再跟你讲，无影无我容易断。那么如果没有的话，你一直光无我，可是你又一直追求我所爱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你一面擦白漆，一面又擦黑漆啊，那擦来擦去啊，那么白漆不像白漆，黑漆不像黑漆，可是黑漆容易污染白漆，白漆不容易污染黑漆啊，就变成这样。所以你的那个五界观无应无我是不太能起作用的。所以如果从直接的来讲，那当然是直接观无应无我。那么但是这个直接下不了手，没有力，这个时候要从调伏欲贪开始啊，从调伏欲贪。那么你因为你大部分的力量都消耗在追求无欲上，你大部分的力量都是消耗在追求无欲上，你被五欲的绳索所系缚，你再怎么有力挣脱不了啊。所以叫做无名所缚，爱结所系啊。啊，通常是这样，那残业轮回不知苦之本际嘛，或者说无名所缚，爱结所系啊。那么感得此有事之身啊，那所以此无名不断，那么这个爱结这个不断，那么身坏命中还复受身啊，还一样。那这个都是《阿含经》里面说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啊，包括因为这里讲到那萨遮尼见子问佛，你都为你弟子说些什么啊？那这个舍利佛问马胜比丘，你师父都跟你讲些什么？乃至于外道问佛啊，一样啊，你都说些什么啊？那么基本上我们就整理出来就是两个而已嘛，要不就是离我见，要不就是断我爱啊，就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个基本上这个小圣，你不能说小圣啊，阿含经里面或是说部派里面比较着重在，就是僧团里面比较着重在从调伏欲贪下手，僧团比较就是从被佛弟子比较从调伏欲贪下手。般若经啊，就是般若经里面比较少看见调伏欲贪，不是没有，有，但是多数从就是无我下手，就是离见。所以这个叫做离见跟离爱的问差别啊，这讲一点看好像有一点复杂啊，但是我只是就跟大家讲啊，就整个离见跟离爱的问题。那么基本上就从这两个地方下手啊，这个是观无应无我啊，这是观无应无我。这个是啊，调伏欲贪。那么这两个都可以，因为我见一定会有我爱啊。于此无闻凡夫啊，无名所缚，爱结所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他的根本就是无名跟贪爱，所以会讲无名为父，贪爱为母，而有众生啊。无名所缚，爱结所系，感得此有事之身啊。基本上这个是啊，我见从根源来讲，那是我见。那么我见一定会有我爱，一定会有我爱啊。那我爱一定会产生我所爱，一定的啊，一定会有的啊。那当然，我见我所见，那一定会有这个啊。那这个就构成啊。就构成我们常常在讲啊，有时候你看《阿含经》，有时候从爱这个地方，那爱怎么来的？爱从根尘世和合生出来的，触具受想思，那爱取有嘛，就无名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啊，爱取。那么这个爱，这个当我爱，我爱我所爱，一定会衍生什么？我见一定会有我爱，我爱一定会衍生出什么？后有爱，可爱，叫做可爱啊，这个又叫做后有爱。这个是现前的我，现实身心中的我，这未来生命延续中的我，
就未来潜在的生命，现实存在的生命。当你染着这个现实存在的生命，那么你一定会希望有一个永恒相续的生命，未来潜在的生命，那你一定会染着啊。那所以一定会有什么后有爱，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自体爱。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境界爱啊！你看啊，它就是这样啊啊！那这个就是我见啊。那我见，我们说基本上阿含经来说，跟部派里面来说，它也分两个啊。那分什么？分别我执、俱生我执，有意识分别而来，六根尘世合而生处俱分别而来的分别我执，一个是与生俱来的俱生我执啊。那么如果从啊，我们把这个讲完就好啊，等一下再来讲啊。就是它分啊，分别我执跟俱生我执啊，就是我见分别我见跟俱生我见啊。但是它基本上都讲分别我执、俱生我执。好啊，这是从个体本身说啊。那么一个另外，它又分成了萨迦耶见跟普特伽罗我见。萨迦耶见基本上就是指这个五蕴是我，色受想行识是我。那么这个普特伽罗我见是认为有一个灵魂啊，这个色受想行识之外有一个灵魂，那么它存在啊，就是人死了五蕴没有了，那个灵魂不会死啊。那么有一个灵魂，那么就在这个身体里面，尤其是意我相在啊。那么这个叫做普特伽罗我见。那么依经论的说法啊，萨迦耶见在自己身上，普特伽罗我见在自己跟别人身上都会有啊，就是你我有灵魂，你有灵魂啊，但是这个是我啊，不会在别人说你那个无蕴是我，不会啊，就是差别在这里啊。那分别是由意识分别而有的，最深是与生俱来的，就好像智慧有生德慧。与生俱来，跟家行会啊，透过用功，透过用功而有的啊，那又不一样啊。好，那这个是我们说的啊，所谓自体爱、境界爱。那这个我见就是一般外面说的所谓的自我意识啊，人的自我意识，每一个众生都有啊，这个自我意识啊。如果依科学所或哲学所说的，自我意识会产生自我守护。啊，这个叫做自我守护，这个包括都是一样啊，会产生自我守护，守护自我的啊，爱护自我啊，保护啊。那么这个后有爱就是什么？自我延续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啊。这其实佛法讲的跟科学或是哲学讲的，其实就是科学界讲的其实也一样啊，就是他们透过研究，那么就会有这种现象。那这个佛陀2500年前啊，就讲了啊，2500年前就讲了啊。好，我们先下课，然后再来继续说。